多功能手碗篮，模块化设计，多种组合搭配方案，小体积、大收纳，分别以消杀摩擦系统、玻璃清洁系统为主。手碗篮的到来，告别凌乱摆放，喷壶、毛巾等小物件科学收纳。喷壶收纳孔为椭圆形设计，合理的兼顾椭圆形喷壶和圆柱形喷壶。两侧手碗篮支架互通互用，内侧分隔设计，干湿分离。搭配小方盒，可对毛巾进行消毒浸泡。手碗篮内侧可容纳35厘米宽度的玻璃刮涂水器，组合玻璃清洁系统，机动性强。卫生间玻璃清洁有个痛点，大部分卫生间镜子有一定高度，保洁人员难以清洁。但是搭配速接拖把铝杆，因为太长，在狭小的卫生间内难以施展工作，因此搭配便携式加长杆，配合玻璃刮清洁工作潇洒自如。多功能手碗篮可定制分色定位贴，引导保洁人员快速整理收纳，避免因为药剂的凌乱摆放造成不必要的隐患。产品名称：多功能手碗篮。用途：收纳喷壶、毛巾、玻璃刮涂水器等工具。颜色：灰色。